是造型师陈敏正，曾为人气陆剧《后宫甄嬛传》设计角色服装，也曾获得金马奖最佳造型设计。然而近日却被爆出抄袭，据悉陈敏正晒出了为新剧《唐朝诡事录之西行》设计的服装图稿。coser 真的菜菜发文指出，设计图稿中的女性角色服装与自己在2021年为自家品牌拍摄古装照高度相似，希望片方和造型设计师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。对此，陈敏正在留言区道歉，称设计师们找到这些作品后，直接进行了参考，自己觉得该设计很美，以为是 AI 的设计，所以通过了方案。所幸导演最终没有通过，因此相关造型并没有出现在剧中。陈敏正也在文末写道：“感谢你美丽的设计，给我们提供了参考，承诺未来创作时会更谨慎。”然而，他的道歉文遭到网友吐槽，态度傲慢，不承认抄袭，还说别人的作品是 AI 设计，逻辑很有问题。coser 真的菜菜也表示傻眼，对于道歉文并不买账。Bye.